这些作曲真是太帅了，等一下，先继续吧。先把作曲讲了。为什么他作曲一定要有那个环环？这个环在那边等。哎呀，干嘛要跳开啊？算了，还是独角兽吧。阿德罗也看一下。这个是阿德罗。哇，这是故意的吗？他只要是那么激动啦、你的聊天室在哪里？哎呀，不是说讲 MP。聊天室到底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 MP。不给我看 MP 是怎样啊？我换了。